大家好，我是 Ros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Evergreen Vlog。 我现在在美国落基山国家公园，这几天遇到了很多野生动物，特别特别的酷，和他们真的是亲密接触。昨天早上在我们住的旅馆外就看到了很多的鹿，特别壮观。哇，这也太壮观了吧，就在我们 hotel 外面的那个高速上，这帮家伙有点得寸进尺啊，人家那边的车都停着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吃草了。看前面，车为什么在这里被堵着？就是因为前面有一个鹿。哇，他想往下走。哇，太 cute 了。Hello。哇，今天运气不错，近距离接触。这边有很多的羊。是大角山羊，据说这个羊还是很珍贵的，世界上也不是很多。哦，跑得还挺快的。这边上有多少人在看？看前面是什么？是一个小动物。我没跑了。哎，跑了跑了，不要跑呀，我们不会伤害你。Come on， 打个招呼来。嘿嘿。嘿嘿，看着我吗？啊，太可爱了。在路上走 trail， 然后就看到这个有个鹿。哎，它出来了。哇，太酷了。所以走 trail 就能看到这些野生动物，太帅了。哦，哇，爬上去了。算了，还在往上爬，走了，走了。那这边有一个花栗鼠，哦，跑特别快，没了。